看虎体系列。诸位菩萨大德，大家阿弥陀佛。上次分享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第十二章“举难劝修”，人有二十难的第六难“忍色忍欲难”，忍就是意志控制，意志控制还不够，要不起心，对境界无心，能有忍力。色欲这两个字，不是男女之间的欲念而已。色欲涵盖的范围很广，色包括一切有形有质的物品，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，身体所能感受到的。色指外面，色声香味触等五层境界，这些都属于色法。一般人都希望追求好的境界，好的风光，好的景象，感官的享受，就起贪心，或是贪着财色，或是贪着山水花草，这些都属于欲爱、色爱。欲，需求的意思。佛教讲欲有五种：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、情欲、色欲、食欲、淫欲等欲望。无论是视觉、听觉乃至意识的过程，都是由一连串的因缘条件产生。自此，如果有欲贪，就会追逐着外境跑，陷入轮回；如果没有欲贪，就能有智慧地辨明外境。心不随境转，三界六道的众生多诸热欲、贪欲炽盛，业力痴迷生染浊，流转千万，回复交替，沉沦生死海。由于淫欲最为根本，汉传佛教重视的《楞严经》提到：“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，上品魔王，下品魔女。”淫欲是生死根本，忍色忍欲是不容易的事。如果能够忍得下来，心就有定力，就有智慧，身心能够得到自在与清凉。人对容貌
美色，看到长得很美好、窈窕、英俊，乃至于声音，心生贪爱，产生爱着。男的对女的心生欢喜心，或者女的对男的生起欢喜心，互相爱慕追求，此时就需要忍的功夫，忍不下来就会发生问题，心产生欲火，欲火烧身，失去智慧理性，做出不好的事情，就是因为这一念心忍不下来。男性看到女性，或女性看到男性，心里打妄想，产生爱着，马上心里就影响生理，身上就会发热。如果继续不断地打妄想，起爱着，心中的欲火越来越盛，就会失去理智，犯下过错。从凡夫到究竟成佛的修行过程中，就是要忍。今天继续分享第六难：劝好不求难。好指珍贵很美丽的事物，看到了不想拥有是不容易的。举个例子，珠宝、钻石、玉环都是大家喜欢的，也有人喜欢收集古董、书画，看到了这些东西，心中难免不产生渴求，想占为己有。我们学佛的人，世间的俗物不要，却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念珠。人家有水晶的、琥珀的，我却没有，于是动心了，回去把它收集回来不肯。所以见到好的东西、珍奇的玩意，能够无动于衷，不希求，不起贪心，是不容易的。有句格言，人到无求品质高，我们就是喜欢追求没有的东西，总是想尽千方百计要把它追求到手，有了又怕失去它，整个心也随着它而烦恼丛生。假如对这些物质能够看得破，不为它所动，人到了无所求的时候，他的品格气质自然而然地提高了，不为物质所束缚。因此希望大家能够随缘，不必羡慕人家有什么东西，也不必跟随着人家要拥有什么东西，这样才不会生起贪欲，也才不会突然地增加自己的苦恼。达摩二入四行观这么说：有求皆苦，无求即乐。世间的混乱来自于人们强求名利财色，如果能够做到功德归三宝，好事给他人，坏事自己承担，有这种心量，见好不求，就不是一件难的事了。佛法讲众生欢喜，诸佛欢喜，例如有好吃的食物就与大家分享，有好看的东西让他人也能够欣赏，
对于美好的事物能够爱惜，不要破坏，并且跟大家一起享受，如此的心量就很广，就有无量的福报，无量的功德。能够明白体会这些道理，见好不求也就不难了。有生命就会有死亡，再美好的事物也会变坏，变化是宇宙的真理。人因祈求永远美好而害怕死亡而生出了痛苦，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，简称叫无明。宇宙的实相是永远变化不已的，没有一刻停息的实体，而人因为自我短期利益的考虑，从自我的立场希望美好的事物能够得到，不好的事物不要降临在自己的身上。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不能使自己时时如意，因而生出了苦恼和痛苦。活在世时，有一位小国王，这位小国王可以说是富甲天下，他本身有印度的传统信仰，就是婆罗门教，他深信今生此世的位高权重是他过去生布施造福的结果，所以他常欢喜造福。有一天他开启珍宝库藏，以7天的时间为限，发出通告说，人不分远近，不分种族，只要来此一定有求必应。他把珍宝分成一堆一堆，每堆约60个枣子堆起来这么高，来求助的人固定每人给一堆。这些财物尽管有不少人来拿，但还是剩下很多。佛陀知道这位国王发如是心，可是他这样的造福并不是真正的解脱，因为他还是有所求，求来生福。于是佛陀化成一位婆罗门教的乞士，来到国王面前。国王说，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，不用客气，我一定满足你的需求。这位乞士说，我知道国王喜爱布施造福，所以我来求取财物。国王说，好，那你就拿一堆吧。乞士拿了一堆珍宝就走，可是只走了7步，他又回过头来把珍宝放回原处。国王问，为什么又拿回来呢？乞士说，本来我想3000温饱就可满足，但现在有这些珍宝，却还过着如此流浪的生活，觉得欠缺了安全感，所以很希望盖一栋房子。国王听了觉得有理，就说，你可再拿一堆。他真的再拿一堆，走了几步路又回头放下原位。国王疑虑地问，怎么了？骑士回答说，我想如果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卖了，也只能够盖1间房子，若想娶妻也不够啊。国王就说，好吧，那你拿3堆去，就这样让你足够娶妻了。